玩得集时间12:00咧，九月27号星期六。我记得任年7月27号嗰日，我唔知点解，我嗰阵肚痛嘅痛到7月31号，跟住原来先发觉原来肌肉痛。我就拍咗 BF3 嘅阵约同埋普通电视台。就咁啊！呢、這個光復元朗遊行嘅召集人，唔係嘅申請人鍾建平，佢申請今日7月27号元朗遊行，跟然之後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跟住佢不服，佢上訴，但係最終被駁回。咁所以話聽日嘅遊行係屬於違法，因為警方發咗反對通知書，跟住佢話我好憤怒，又唔知點樣講，所以話聽日我一個人去元朗，即係你大家話自己扮去。買去元朗行街買老婆餅，跟住整雞肉炸佢。咁所以點咧？所以話聽日由水邊村遊樂場到元朗西鐵站呢個遊行係非法，因為警方都反對咗。跟住之後咁但係對於話嗰個遊行嗰個申請人反唔俾遊行，但係網上仍然都有人繼續話要遊行，咁即係話嗰啲人仍然都繼續遊行，即係唔理雨嘅。而另外亦都有人申請聽日去遊行。由起點元朗西鐵站到朗屏西鐵站，佢話唔會入村，但佢話都唔會騷擾嗰啲村民。但係呢個只係一個整體嘅回應。如果遊行期間唔係遊行之後，其他示威者走入去村裏面搞笑點咧？最近元朗西站的就是南邊圍村，南邊圍村你都記得星期日有一大班白衫的人追打完市民之後去南邊圍的聚集，尤其是我每次經過都會見到有十幾個 MK 的都是在那個涼亭那裡集結的，所以那個地方都是好多黑社會都可以話，而除此之外，今日7月1号，朝頭早有一大班人，機場員工跟同埋一兩班示威者去機場，之後客運大樓集會抗議嘅就係嗰五大訴求，跟住又批評警方咩元朗執法嗰單嘢，跟住之後網上有港鐵車長聯署，有30个車長聯署要求港鐵就元朗事件道歉，否則如果你唔道歉嘅，咁佢話7月30号星期二會全港罷工，即意思是不揸地鐵啦，跑去港鐵啦。即係點解？因為7月1号白衫人追打三人機上到車裏面，跟住後屘車長佢唔閂門走，跟然之後佢話佢哋要怪唔係怪車長，佢哋怪中央控制室，因為中央控制室係管曬所有車長。揸緊車嗰個狀況嘅，即係可以有一個通訊嘅狀態，即係甚至服務。
我比較想睇聽日啲人唔理警方勸喻遊行，跟住有啲人甚至唔知去邊啊，又走入去村去搞事啊，跟住又繼續佔據，跟住又要搞警方清場，咪次次都係咁嘅，次次都係當嗰個主辦單位遊行之後，又企呢班示威者唔肯走，去第二個地方集會。所以話我真係比較想睇聽日到底會點樣元朗裏邊，所以話元朗嗰邊有嘢搞，好似星期一咁樣話，元朗嗰邊係黑幫搞事，既然真係呼籲所有人聽日如果冇咩事嘅話，就唔好去元朗，即係要保障自己安全，即係你去元朗遊行。你坐西鐵、坐輕鐵，邊度都逼滿人，甚至可以話你輕鐵都封埋，輕鐵都唔恐怖。所以話你坐西鐵應該好逼，因為好多人都去元朗啊嘛。但係如果冇咩事唔去元朗，因為可能會有一班人搞事啊，有，即係佢哋可能心諗忽然間我同啲白衫人。挑人，跟住又有暴力，好似七月廿號咁樣。跟住之後，我睇到 Apps 裏邊培訓 Apps， 即係學校 Apps 啊，裏邊一個重要嘅資訊，在那個學校網頁那裡，在這裡，因星期六的臨時頁面，這個校長說的，就說鑑於早前元朗區發生衝突事件，預計星期六日27、28號元朗區會有大型遊行示威和光復元朗行動，情況令人擔憂，為顧及學生及職員安全，上述兩天本校暫停開放，所有學生活動暫停，不便之處敬請原諒。他意思是說元朗區 有大型示威，機說可能會有些衝突，所以叫我們不要上學，那這個關事嗎？因為雖然天水圍元朗區，但係佢哋爆衝突都係元朗嘅核心都係元朗，係冇分別嘅。地天水圍只係一個次核心嘅地區嚟嘅，即係意思係話佢哋搞事嘅都唔會嚟天水圍搞事。教學方，我哋學校係一個佢哋市中心好遠嘅地區，佢係一個比較好靜嘅地區，甚至可以叫。除非有人網上號召去天水圍遊行，否則學校是不會暫停服務。因為你說元朗區遊行，跟住天水圍學校要暫停開放，咁樣係完全冇關係嘅。即係你話你可能咁樣講就話，因為有遊行，跟住坐唔到車嚟，咁所以咪暫停咧。唔係上星期一都係星期一話嗰個黑社佬打死咗，然之後話楊燕，如果見到人著黑色衫褲即刻出嚟斬你，即係唔理邊個斬你。跟住佢話屯門區元朗區即係天水圍嗰啲地方係極危險，即係話即係呼籲大家唔好出街。但係最終係冇事發生，因為你都知黑幫黑社會係夜晚先會出現，話明黑社會黑啊嘛。咁所以話黑社會夜晚先會出動，所以話比起日頭，不如你夜晚唔好出街，因為夜晚出街就會遇到好多 MK 嘅。